先下困难，先下困苦，足久无法度去啦。今天我们的全世界的欢喜进入圣诞节，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出生，他是为了爱出生。他的出生就是证明天主正是慈悲怜悯的天主，他爱我们所有的人，也是愿意为了我们出生在最卑微的马槽里，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、真理以及生命永远的价值和真实的意义。如果我们现在的用我们有限的头脑，实在无法明白了解的，全能的天主居然降生为婴孩，他来教导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爱。为了爱，他甘愿献上自己的来服侍我们、服务我们，他帮助我们服侍那些什么孤单、软弱、然后心里受伤的、痛苦的，是为了爱。他甘愿与受苦的人，就是我们的一起受苦，为了把天主的丰盛的祝福带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得到天主的恩典。同时呢，今天主耶稣降世了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宠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获得改变。今天天使说，今天在大会的整理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在马槽里。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充满黑暗、罪恶，世人心灵空虚、痛苦，无法拥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们最近我们都看到了疫情的攻击，世间的战乱，让我们人类的心的无法的平安的获得真正的平安。罪大为什么这样呢？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人啊不敬畏天主，不愿意照着天主的话来生活。当人类的，我们看看历史中的，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啊，老祖宗就是亚当、夏娃的，不听天主的命令，顺从于自己的私欲，然后呢，骄傲、贪婪、的罪，使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的都继续犯罪，这是我们的，因为都是不敬天主的、不敬畏天主的，所以生活在得罪了天主、彼此攻击当中，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的。罪
使整个世界的充满了贪婪、暴力、攻击、狠话的痛苦中，罪使人成为罪的奴隶，罪使我们受苦，人无法靠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。思想看看，谁能靠着自己改变自己的脾气、个性、坏习惯呢？人能够征服外太空，征服宇宙，但是却很难的征服自己。人能够掌握很多事，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小小的一个心，不是掌握别人的很难的，连自己的老婆掌不过的。我们受洗了，就我们的身份
比总统还大，因为我的三分之